那么从以上所讲的这些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来，李鸿章在这个地方强调清政府对于轮船招商局的这种监督作用，它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针对轮船招商局的，是什么呢？它是对于封建顽固派对于轮船招商局的批评的一种回应，是吧？前面讲了，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对于轮船招商局这个运作方式进行了批评。李鸿章是对于他这个批评的一种回应，而不是主要针对轮船招商局。那么这个李鸿章向轮船招商局这个任命了很多这个总办人员啊，也多次强调呢，官方对于轮船招商局它具有一种监察的作用。那么在这个地方，李鸿章所讲的这个监察作用，实际上主要是局限于官方的这种纵向的宏观的一种调控宏观的一种监控那么这个清政府对于轮船招商局的它的内部的一些用人行政，特别是它的一些具体经营，实际上干涉的是比较少的它主要是一种宏观的一种这个监控对于这个轮船招商局内部的一些具体的一些企业的运作经营用人行政干预的很少。那么对于这个事情，盛宣怀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盛宣怀讲，他说从前北洋不过会为总办说在这以前呢，北洋大臣李鸿章只不过呢是任命一些总办那么对于轮船招商局内部的一些用人行政毫不掣肘那么这是轮船招商局的这个督办呢盛宣怀讲的他也承认李鸿章只不过是委派一些总办而已，对于轮船招商局的内部的一些运作是毫不掣肘。那么李鸿章在轮船招商局创办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吧？他提出来说，这个企业的盈亏所有盈亏全归商任，与官无涉。对于这个原则那么学界也是进行批评的那么我认为，李鸿章提出来的企业盈亏全归商任，与官无涉基本上也是正确的。那么至少在轮船招商局创办之初是正确的。为什么说它是正确的？下面我谈谈我的一个看法。那么前面我们讲到了，李鸿章在借款，最初借款20万吊，是吧？这个钱给轮船招商局的时候，他讲的是很清楚是按照户部以前的做法。以前什么做法呢？就是户部曾经把这个练饷的制钱借给苏浙典当商人的这么一个办法那么也说，李鸿章当时呢是借钱给轮船招商局的，是吧？那么既然是借钱给轮船招商局的，那么轮船招商局除了，是吧，要向清政府预交一些息钱交一些利息，除了这个之外，那么其他的所有的盈亏是全归商人，与官无涉。李鸿章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他是想是这样说，清政府只是借钱给轮船招商局，清政府并不参与轮船招商局的具体的经营，是吧？那么因此，是吧，清政府对于轮船招商局经营的好坏，他的盈亏与否并不承担这种经济责任。因为什么呢？因为清政府并不直接经营这个企业，只不过是借钱给他的，是吧？那么也是说，这个只要这个轮船招商局把清政府所借给轮船招商局的这个款项官款全部归还，那么并且呢支付一定的利息，那么清政府对于轮船招商局不但对于他的，是吧，这种亏损，什么与官无涉，那么对于他的盈利同样也是与官无涉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清政府只是借钱给轮船招商局，是吧？因此呢，清政府对于轮船招商局的他的这个盈亏并不负责任。那么这种企业盈亏与官无涉，那么我认为在当时呢，它是一种比较自由的一种经营方式。那么这种经营方式，作为当时商人的一个方面，也认为是非常
非常正常的，是吧？那么正因如此，在轮船招商局的章程当中，作为商的一个方面，并没有对这个问题提出不同的异议啊，进行什么争辩啊，没有进行争辩。那么在1879年3月，招商局的总办唐廷枢、徐润给盛宣怀的一个信当中，也完全承认啊这个做法的合理性，是吧？唐廷枢和徐润给盛宣怀的信当中讲啊，说这个轮船招商局啊，和闽支船政京支制造局不同啊，他说轮船招商局和哪儿呢？闽支船政，这是和福州船政局、京支制造局和天津机器局是不同的。不同在哪儿啊？他说呢，各局就是讲的这个福州船政局和天津机器局啊，说各局呢节系动支躺向以办工程。说福州船政局也好，天津机器局也好，它是动用了国家的这个款项，用了国款啊来办的这么一个工程啊。那么而轮船招商局呢，则专揽商货，与商沽无异啊。轮船招商局是什么呢？它是进行商业运作啊，与其他的商沽无异啊，它都是进行这个商业运作的啊，它动用的不是国库的钱。那么创办轮船招商局的目的之一呢，是为了为中国收回利权，不使漏之于外。正是因为创办轮船招商局有具有同外国竞争的一个方面，因此李鸿章当时就提出了要招商承办，盈亏与官无涉，是吧？正是因为这个轮船招商局有同外国竞争的这个一个作用，因此李鸿章呢答应借钱给轮船招商局来同外国进行竞争，是吧？那么由商来办轮船招商局，那么这是与官无涉的。那么为什么轮船招商局本来是与官无涉的，那么后来与官有涉了，与官有关系了啊？那么这个徐润和唐廷枢是这样讲的啊，说因为这个轮船招商局和天津电报和这个天津机器局和福州船政局，是吧，在防患御侮之突围方面啊，就是在抵御外侮方面与船政制造同一啊，就是轮船招商局在抵制外来侵略方面啊，在同外国竞争方面同船政局同天津机器局是一样的啊。那么正是因为这样，北洋大臣李鸿章才对轮船招商局力加保护，呵护成全，是吧？就是轮船招商局本来是完全是商办的，同官府没有关系的。那么，但是轮船招商局又具有同外国竞争的这么一个作用，是吧？因此，李鸿章那么给予呵护、给予保护、给予成全，那么这样同官府发生了关系，官府不断的向轮船招商局注入资本，那么才发生了关系。那么，因此呢，我觉得对于这个李鸿章所讲的啊，这个企业盈亏权归商任与官无涉，对于这一点也不能够过分的给予批评啊。那么应该讲李鸿章讲这段话还是有他的一定的道理的啊。那么实际上企业盈亏与官无涉这一个原则并不仅仅是李鸿章或者洋务派的主张啊，就是那些早期的改良思想家同样也是主张企业盈亏与官无涉的。你比方讲薛佛成就曾经明确的讲啊，薛佛成讲什么呢？他说各种商办的公司啊，无论盈亏得失，公家不过而问言啊。就是薛佛成也讲商办的公司无论他的盈和亏得和失，公家不过而问言，就是公家政府是不过问的啊。那么也说李鸿章也好，早期改良思想家也好，都是强调企业盈亏与官无涉的。那么也就是说李鸿章洋务派和早期的改良思想家他们之间的分歧不在于
企业盈亏是不是与官有涉，不在于这个地方，而在于什么呢？而在于官和商之间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之中，是吧？是不是需要官商的问题。那么因此李鸿章、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思想家之间的分歧，应该说没有一个什么正确与错误的 这种差别。他们之间的差别在于什么呢？只是在于考虑问题的立场和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那么这是我对于在这个洋务运动当中这个轮船招商局运作模式它的一种不同的理解，和这个史学界当中的一些不同的理解。那么这是我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解释。那么前面我们讲到了这个李鸿章他对于这个轮船招商局的创办那么确实具有很多的功劳你们说提倡创办之功那么向轮船招商局是吧来这个筹款垫款之功。那么另外呢，这个李鸿章呢对这个轮船招商局的发展那么他这种维持保护之功是吧，那么同样也是很值得肯定。那么这个事情就恰恰像李鸿章本人所讲的那样他说这个轮船招商局虽然呢是赖商为承办，由赖官为维持。那么在这个地方他所讲的这个商为承办，官为维持可以说呢很好的反映出了李鸿章对于这个轮船招商局这个发展那么他所起到的这种保护作用。那么对于这个李鸿章对于这个轮船招商局他的保护和这个支持他主要涉及到呢对内和对外的两个方面是吧，那么他讲嘛是商为承办，官为维持那么他所讲的官为维持这种保护支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内，一个是对外。那么下面我们首先看一看呢李鸿章在这个国内竞争方面对于轮船招商局的这种保护和支持。那么首先一点就是李鸿章呢他基本上是始终在坚持商为承办的原则。那么李鸿章他确实曾经多次讲过是吧，他说呢诚以商务应由商任之，不能由官任之。是吧，坚持这个经商这个轮船招商局要由商人来办。那么他还讲经理商局与别项官事稍有不同。那么就是说呢他始终在坚持轮船招商局的这种商办的性质。那么基本上采取了呢是官方不介入少干涉的这么一种态度。那么这样呢就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清政府官府那么也包括一些封建顽固派的这种攻击阻挠破坏干涉。那么这是一点那么反映出他对于这个轮船招商局的这种支持。那么第二点我们前面也曾经涉及到了，就是当轮船招商局它的运营过程当中出现了资金困难的时候，李鸿章是吧能够适时的给予酌借官帑就是把官府的清政府的一些资金借给轮船招商局酌借官帑，就给予了一些资金上的支持那么李鸿章给轮船招商局以资金上的支持，他的目的呢是为了官为扶持官为扶持以助商办之不足就是官方给予这个资金上的支持就是为了补助商人资金上的不足。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李鸿章他曾经做过这么一个解释，他说那所谓的维持者云说我想官为维持，官为维持是什么意思呢维持者云盖蓄其隐情而抚其不逮也。什么意思？他就说所谓的官为维持就是官府要体恤商情体恤商民要帮助他们解决他们力所不能及的一些事情叫做盖蓄其隐情而抚其不逮也。那么李鸿章的这种支持和保护那么对于轮船招商局的这种运作
生存发展啊，都有着至关重要的这种作用。轮船招商局的总办唐廷枢，他曾经对这个问题也讲了他的一个看法啊。那么唐廷枢是这样讲的，他说：“所谓维持者，盖恐商人办事不能经久，故拨运漕米，拨借官帑，以固其根，事官维持，可谓无微不至矣。”那么这个唐廷枢他在讲什么呢？他说李鸿章讲的这个官为维持，就是担心这个商人呢、啊，那么他在运营过程当中啊，不能够长久下去，会受到遇到各个方面的这种困难，是吧？那么因此李鸿章的决定呢，给这个轮船招商局以一个是吧运输漕米啊，借这个官帑，借这个官家这个资本啊，给轮船招商局啊，来以固根本啊，来支持这个轮船招商局的这种运作，是吧？那么这是这个唐廷枢啊，对于官为维持，那么他也是肯定的。那么第三点，就是经过李鸿章的这个奏准，轮船招商局获得了某些运营的特权，啊，就是轮船招商局啊有特权。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细分几个事情啊。那么一个事情呢，就是李鸿章为轮船招商局确定了这么一个经营的方针，什么方针呢？就是分运漕粮，兼揽客货。啊，就是轮船招商局呢，一方面要替清政府运漕粮，另外一方面呢，进行这种市场运作啊，去揽载客人和货物啊，进行这个客货的运输。那么分运漕粮是李鸿章为轮船招商局争得了一部分经营的特权啊，一部分特权啊，什么特权呢？就是经李鸿章奏准，在1872年，轮船招商局就获得了对第二年，也就是1873年，分运清政府漕米的这么一个特权，啊，就是帮着清政府运漕米，啊，运漕米呢是20万担，啊，那么后来，那么清政府又不断的提高轮船招商局运输漕米的这个分成比例，啊，怎么提高的呢？就是从最初确定的沙巴轮二，所谓沙巴轮二呢，就是沙船运输80%。招商局轮船运输2%，啊，从最初的沙巴轮二，啊，提高到成什么呢？提高为沙六轮四，啊，就是沙船运输60%，而招商局呢是运输呢40%，啊，提高了招商局的这个运输的这种比例。那么1877年，经过李鸿章的奏准，那么轮船招商局又获得了一个特权。什么特权呢？就是江苏浙江这个地方的海运漕米必须呢分40%-50%给轮船招商局来承运，啊，就是轮船招商局呢，它要承担江苏和浙江的这个漕米的运输的40%-50%。那么后来又规定啊，江浙地区的漕米一半啊是由招商局来运输。他的史料记载是这样说，江浙地区的漕米半由招商局轮船运输，半循旧章雇用沙船配载，啊，就是说江浙地方的这个漕米一半是由招商局来运输，一半是由过去那种沙船来运输。那么对于这个事情，招商局的这总办唐廷枢啊，他就非常的称赞啊，称赞李鸿章，说李鸿章啊，在这个设立啊轮船招商局的时候，啊，就是把这个江浙地区的漕米给了轮船招商局，让他运输，啊，说这个呢是这个轮船招商局的呢这个揽运之根基，啊，就是他运载是吧？他有了货源，啊，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东西，一个根基是吧？有了一个基本货源，由是而扩充之，外以啊对外。啊，外以聚他商之亲之相亲，啊，内以助沙船之不足，真筹度万全之策也。啊，认为李鸿章为轮船招商局取得的
包揽清政府的一部分漕粮的运输，啊，认为这个办法啊是一个万全之策，啊，那么这时，李鸿章啊为伦敦招商局啊争得了一些特权。那么第二点就是伦敦招商局获得了清政府的某些运费的优待。那么在1880年之前，沙船运载一担的这个漕粮，啊，那么清政府给他的这个价格呢，运费呢是 0.531 两，啊，那么而给招商局的运费的价格呢是 0.561 两，啊，给伦敦招商局的这个价格是比较高的，啊，那么这样呢就使得伦敦招商局有了一个长期而稳定的是吧一个经济来源，啊，那么他这有一个运输这个经费啊运输的收入就是有一个长期而稳定的这么一个收入，啊，那么这样呢就有利于招商局在同外国竞争的时候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啊，那么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经过李鸿章的奏准，啊，就是轮船招商。